假饵钓蒸鱼。看一下我们用假饵钓的各种大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一位来自土豪级别的一位兄弟，那我们搭配的一个全套装备。首先可以看一下他配的杆子，这是我们平常拍视频用的最多的红魔和黑鹰的二代，还有玛莎的直柄。轮子呢，配的就是更经典的一个综合远投轮，这是子龙1514，然后轮子配的是禧玛洛 F6，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用的非常顺滑好用的烧红色的一个不褪色的拉米披线，然后前导线配了一卷，还有各种饵盒，然后接下来关键的东西呢，就是各种假饵了。看一下，平常我们用的一些 VIB 金属的铁板，还有一些硬饵，无论是抽停的饵、水面的饵，都配在里面，全部搭配好，不贵也不便宜，但是可以足够让你玩的非常轻松，非常好。来，关注我们，带你们一起共度呀。